大了吧？对。对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他的豪宅就在旁边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个豪宅。那你就知道了吧？你会觉得说这个是豪宅的大门，进去里头就是豪宅了。你再看下一张。这张很清楚了吗，市长？你知道这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历史建筑，叫做信宾日式宿舍。日式宿舍。这个日式宿舍呢，现在它已经成为鼎和开发它的意向延伸。我在很早就跟文化局讲说，局长，你请你回，请你回，我跟你请你去看，你去看。这个地方，它过去它是一个日式建筑，可是呢，鼎和兴业，他要想买这块地，想买这个历史建筑，他想要盖大楼，他没有办法买，因为他已经被指定为历史建筑了，所以他就用招标的方式去经营这个历史建筑。然后呢，历史建筑盖好之后呢，我们看下一张，叫做文房。这个文房叫做什么呢？就是他要典藏最美的图书，世界级最美的图书。从这一张，他贴在门口的这个告示牌里面，我们看不到任何告诉我们民众说这里有一个历史建筑，请你来参观。他写文房公益图书馆，开放上网预约。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公益的图书馆吗？你不会觉得，你不会觉得，对，你只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这栋大楼它提供出来的图书馆，对不对，市长？对。不只是这样子，他还限制参观的人数，他一天只能48个人进去参观，一天只能48个人进去参观，不止那么少的人数可以接近历史古迹，他还限定一定要网络预约，相对的排挤不会网络的民众，还有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，他们也必须透过网络预约，他们才可以进去。文盲，我当时提出质询之后，你知道文化局怎么处理吗？第一个，我有要求局长说你一定要亲自去看，结果局长呢，5月3号派了田副局长去看，他自己没有去看。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，必须他当信任的局长，也许他很忙，可是他很不了解。当我们关心地主的时候，我们是绝对不会轻易就让你这样碰过。这里不是高雄，这是台北市议会。派了田副市长去了之后呢，我们最后谈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本来只有48人，现在增加到80人，增加80人。然后呢，你知道文化局怎么讲呢？文化局说，我们有一个文字审议委员会嘛，委员会的委员表示说，日式木造空间的确需要控制人数，以确保建筑不受损害。市长，在台北市历史建筑木造只有这一栋吗？只有这一栋吗？纪州庵是不是？纪州庵也是。以前的市长官邸是不是木造的？也都是木造的。为什么就只有文房它是木造的，必须要限制一天只有48人可以进去，而且一个人进去只能两个半小时？它是怎样啊？它是怎样啊？然后呢，当地的里长说，如果大量开放进入信宾的人数，恐怕会造成本里环境治安问题。哎，这个里长是他的看法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然后他这样子讲，文化局完全没有反驳。我想问一下，文化资产是闲物设施吗？是吗？是闲物设施吗？里长说不要进来就不要进来，可以这样吗？文化资产是属于公共财，哎，是属于公共财，哎。然后那天我在咨询的时候，局长告诉我说，哎，不觉得信宾日式宿舍是历史建物，确实会让人误会。从鼎和园大门进出，是的确是会有误会，但是他没有处理这个后续的状况。然后还说，人家鼎和园还提供12份点心啊，12份点心。我那天咨询，我还跟他讲说，我提供100份，我提供100份，请你把它开放。我愿意为历史建物我提供100份，请你给它开放。用12份点心去堵文化局的嘴，你觉得这像话吗？
王。但顶楼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旁边他就是他的豪宅嘛，他不想太空闲杂的人进去他们楼下这个历史建物嘛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不想太多人进去会吵到这些有钱人住的、啊。所以你知道，鼎和园本身啊，他不能经营这个公共事业啊，这个文化事业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直接委给好样，好样，好样是做什么的？好样他在我们台北是做了很多文创，包括开餐厅等等。所以现在就好样在怎么经营？就我们私有财产管理的这个部分，你历史建筑你可以转包给好样吗？你就明显违规啦。结果呢，我们所有的我们问的问题，回答我们全部偏向鼎和园。哎，有钱人真好哎、欸，有钱人真好哎、欸。我自己一看就对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觉得有钱人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可以，我买不到历史建筑物没关系，我就来标。你知道现在鼎和园他一个月给我们，一年给我们多少钱吗？每个月给我们126,176块，我想他的管理费还要便宜。他126,176块，他就有专属的御花园了耶！这还有公平正义吗？还有公平正义吗？何况他是历史建筑物，文化财产就是公共财嘛，全民共享啊，对不对，市长？你照我这样想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这一看就有问题，不要紧，我跟你去看一次了。你跟我要去看的东西很多。好，我下次陪你去看一次。等一下，我下一个题目我也希望你跟我去看一次。啊、哦，我们都去看，我们两个可以多走一些地方。我是希望他能够把刚刚看到那个大理石，我想把它拆掉，让民众透视性更好，可以看到里面，也让立标志告诉大家说这是历史建物。我们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可以接受接近历史建物。市长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希望不要说今天我咨询完了以后，你又听听他们讲，然后你又你说啊，怎么违法？怎么违法？不会，这一听都是会的。好，希望市长可以。